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一款我以前玩的游戏。上一集我玩的是斯瓦特大晋级，这一次玩的是 Leading Age。 然后呢， Leading Age 斯瓦特大晋级还有一款叫小小 CS， 曾经叫小小 CS， 好像叫 Fourth Line 前线。对，这三款游戏是我以前第一次接触的三款枪战类型游戏。那么这是我接触的第二个，第一次接触的应该是小小 CS， 是第二次，第三次就是那个斯瓦特大晋级啊。那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以前喜欢把这三个游戏叫做枪战三合一，原因是因为第一，我只会玩这三个枪战；第二，我第一次接触枪战就只有这三个。然后第三，以前我电脑里面只有三款枪战游戏，就是这三款。然后又因为有三个原因，所以我叫枪战三合一，是不是三三三三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多讲了一个三？没关系啊。那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这个 Leading Age。那我先来稍微讲解一下这个游戏。这款游戏其实它就是一款仿 CS 的游戏，没有错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画面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这作者还非常的，对，他还非常的贴心，给你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教学模式。啊，按 Enter 可以看到下一个。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哦，这个呢就是你的那个得分。你走越多，他的那个就是你走越远，他给你的分数应该会越高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会，大概走十米会给你一点分数。哎，对不？哎，不是走一个分数给你？哦，不对啊，那应该是打人之类的，我不知道。然后这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我走的距离啊，我这边距离我走多少，他就会跟着跑多少。那这个操作方法就是。它其实这个游戏是可以自由变更这个什么键盘的那个设置，所以你可以非常非常简洁明了的能够知道你该怎么使用，所以呢，它就不是给你的问题。可是它全部都是日文，所以谁看得懂？然后首先 A 跟 D 就是我们的移动方向，而不是什么左右 A 跟 D。可是如果你习惯 A 跟 D 也可以。然后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换到枪了，所以。就两方向这样，然后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用出一个滑步，那个我不是很记得怎么用了。然后 W 就是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像我刚才那样子高速移动，如果你是跳，它会跳得非常快，所以我就可以高速移动到很后面的地方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跑到一段时间，他会自己给你啪一下，我不知道。我走一下看看，没断。然后是射击的部分，按左滑左键。然后我可以说这个手枪有点烂吗？然后这边就代表说，这边就是你最大的这个弹药数，在这边，这个就是剩下的弹药，那这个就是你需要装填弹药的那个钱。可是说真的。你玩到后面之后，他的那个分数一直给你，一直增加到那个你根本就花不完。所以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这个是要干嘛，他只不过是一直要让你用拔蜡罢了。然后武器，如果你要换武器，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按，哦，按错，对不起，我按到拔蜡了，看这个，哦，有没有？还有直接按。然后也可以用一二三四，好吗？这种可以自由变换的感觉很爽。然后 Q 跟 E 就是左右移动，然后它的那个枪支就可以一直换来换去。然后在 R 的话，就你可以看到发射一些子弹打敌人。然后你看我现在没子弹了，我可以装什么弹药？然后我说真的，我觉得有点大声哎。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音量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所以，对，啊，就是我们装填弹药，然后我按出去了，没有错。哼，哼。
然后继续，然后这就是敌人哈，上面的这个头狼的绿色就是他的血量，所以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下这个手枪，然后为什么那么多家伙？这个手枪其实很简单，手枪，对，它是一个力量比较弱的，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子弹的那个什么，非常神秘的一个武器，实际上它特别好用，所以我基本上我不是很爱用手枪，因为它只是防御用。所以如果用手枪打一些简单的东西而已，那些家伙完全不想用来花费心力。再来是冲锋枪，它就是可以连发的一个近距离武器，这样有没有？是一个近距离到中距离啊，它当然也不是远距离，远距离就是狙击枪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近距离，这个叫什么？散弹枪。它如果你的距离越近，他就越强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再来是狙击枪，狙击枪就是你这个很远的距离去打这些家伙，你看到他们就会有效。可是你看这些他们一直故意离我很近的这些家伙，他们打到就会没有效。所以这边我比较想要用这样子，过关，好 reload 可以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用拔蜡。按空白键可以发射出拔蜡，所以，接下来，准备，有了，对，然后 S 呢就可以躲避他的那个子弹，说真的，他那个其实不是很好打，对，你可以看我在乱打，他没子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样子玩，对，你来吧，然后再来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？小讨厌地雷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跳过去，不然它会像这样，立即把你刷死。所以，然后后面也没什么解说了，所以我直接开始游戏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玩这个游戏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我刚开始都会用近距离的，先来游戏。然后你看我现在血是满的吗？没有什么危机的部分，我现在就会使用冲锋枪。升级冲锋枪，然后现在先赚一点钱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想要 reload 的冲锋枪需要750块，可是它刚开始的钱不是给你很多，虽然它到后面的那些钱变成说你会变成一个大头，所以你看这样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现在我就开始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冲锋枪去打人家，我也要机车一点打他们。现在就跑出一个机车的东西，说真的，其实它不是很机车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很机车。他们对游戏的那个模式跟基本的小小事情，我刚才有讲过，其实它的模式是非常相似的，就是它那个什么，那个。小小 CS 不能跳，然后如果你是用新版的那个电脑的话，你跑起来会比较无力。当然啦，你们可能不会啦。可是有一些新版的电脑啊，你就算是电脑配好了，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状态，就是电脑跑起来很累的。那个我也不知道是正常状态还是怎样，反正那时候就是可能没有用心。这也是2013年做的一款老游戏，一个日本游戏。啊，我现在目前有最新版的1.25版。对，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发出来的。对，那这款游戏不太一样，是这款游戏我不知道是作者是不是用 Flash 硬干就做出一个这样的游戏，可能是。啊！保存室，耶！保存室，啊，头部来了，现在还好啦。现在我们这射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射速有增加了。然后我们装填子弹，就是装填子弹的那个，就是可以装填更多子弹。所以你看，我现在他每次走到500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个超大，就是他告诉你说你可以升级什么东西。啊，我一开始的话就是像我这样的，看我的血量没有
没有很危急的时候，我基本上会先升级武器。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冲锋枪是升级两过后了，那么他应该没有这么厉害。刚才那个心跳那个，我不管了，反正他可能是在心跳，所以对啊啊啊啊，先逃，啊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，呀我现在生命值不到90了，糟糕了，我现在生命值不到90了。可能要用一下盾牌，因为我发现我都没有怎么用盾牌。啊，好，这个地方撑过，快点撑到1000之后，我就有东西可以拿了。不是，我在想什么？刚才那边有那么多，我为什么不丢一个靶？有了，马上补血。来说射速其实还蛮重要的，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射速其实很慢。真的，我可以说一句很鸟蛋的实话吗？我以前最不会玩的游戏就是这一个，结果反而现在最会玩的是这一款。好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很鸟蛋。在村口后面。哎呀！然后他们过来了。好，快点补子弹。好，有了。讲一下那个蓝色的东西啊，会让你的速度变慢，是类似毒药的一种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这个直升机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打，我从以前都不知道怎么打。那个直升机是我一直向往的东西，我就一直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打的，可是怎么样都打不下来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
测速没有变，攻击力增加 level up。就这么结束了，真是令人好了，不多说，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呐、啊。好，我知道这个结局很鸟蛋，也没有音乐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没有放音乐，其实是我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放音乐之后，到最后你们就会觉得太神奇了。这个我不是看了很多遍吗？故意把音乐停掉，有没有？我故意把音乐停掉了。其实说真的，原本这一段应该加上音乐，后来没有加上音乐。然后你知道我刚才拖了30秒吗？然后你知道我说了这么多话，稍微拖了一点时间吗？太神奇了！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。那好，感谢你们收看，下次再来玩这个 Leading Age。好，拜拜。